对，等牙膏干。大哥说等，又掉了掉了，再重新来了，重新来。大哥说等牙膏干。墨熊哥属实是比较会玩，墨熊哥以前都很会玩。墨熊哥，你找个主持人喽，他可不还摇不起来。你要求什么嗨歌啊？你直接发曲名行不行啊？打不来啊？而且就是你再次找主持人，你不知道我是王者主持吗？你能不能给我就是给我点面子？我能不能给你保个三分薄面啊？啊？就在这个外卖上，最起码我也是个王者主持，能不能给你保个三分薄面？妹妹啊，就是妹妹，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叫你一声妈妈。来吧，啊，三，二。七，哎，其实等会儿，再干一会儿，菜吗？我都没有看够，我都没有硬的，我都。兄弟们，你们硬了吗？硬了吗？我得先硬，我不管你们舒不舒服，反正啊，今天不管你们舒不舒服，反正我得先舒服了，担心。哎，鸡巴擦擦地擦，我先打上一个小飞机。来吧，啊，三。二一 ，everybody 大定扭起来了！下油箱快掉了，快掉！下油箱快掉了，快掉了！快掉了，快掉了，快掉了！快掉了，加油，快掉了 ！Let's go, let's go。你们开心吗？开心打个开心啦！啊，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时间呢，大明你截个图，大明你截个屏，咱们给这个墨熊哥点关注啊，大哥绝对不能差事儿，你放心啊，你截个屏，兄弟们，你们想在午夜直播间有个人就给你们跟着大哥一块去跑骚的啊，跟大哥一块去跑骚的，把二号麦的墨熊哥的观众点一点啊，二号麦的墨熊哥的观众点一点来啊。二号麦的墨熊哥观众点一点。